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郑州，参加中国国际正开马拉松赛，国际，因为现在都很喜欢加"国际"这两个字，反正请外国人来就是加"国际"。OK， 现在大家就去参观河南少林寺，我没有去，因为要到下午，从上午出去到下午才回来，所以我觉得休息不够，所以我留在饭店休息，然后自己在餐厅点了一个雪菜肉丝面，然后试试看那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雪菜肉丝面，还是台湾的雪菜肉丝面比较好吃。来到这个中国地方，每次一下飞机，一闻到户外的味道，然后就会觉得，就会想起很多中国的回忆，中国的往事。就只要一闻到味道，就知道啊，我到了。很独特的味道，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就是。这个味道会跟某些记忆做连接，然后一路上看到一些景象，街道的景象，就想到以前在内蒙古训练的那些回忆，仿佛好像痛苦的回忆总是记忆的比较鲜明，而且回忆速度比较快。对，想到就是一些训练上的一些训练上辛苦啊、艰难啊，在干燥的环境。交通混乱的街道里面穿梭的，对，然后那种记忆鲜明，然后回想起来却有点有趣，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回忆的感受跟痛苦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两边落差，但是。反而快乐在快乐，或者说啊吃涮羊肉啊，然后或者是跟朋友一些回忆，游戏的回忆，反而是这些痛苦的回忆，先是回想过之后才会有那些快乐的回忆出现。然后快乐回忆当看到快乐回忆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痛苦的回忆那么有趣。所以。人还是要多经过一些苦难，比如说跑步啊，跑步可能刚一开始让你觉得很痛苦，但是之后，当你回忆起来的时候，可能跑步的感觉就会特别的鲜明，特别的快乐。明天就要比赛了，然后希望能够有个很好的成绩啊，也感谢那个出国前维英姐替我祷告，属灵指标人物祷告特别好，特别的有信心，也希望能够像祷告里的内容一样，达成自己内心的期望与目标。也希望所谓的快乐是在神的里面流露，而不是。赶鬼一遍，然后那种感受的那种快乐 ，OK，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可是这里的好像沙土的情况，风沙的情况其实蛮严重的。因为车子上面都会裹一层厚厚的沙土，可能是内陆的关系吧，然后加上干燥，加上植物的植被不够，然后就产生了这现象，所以看起来就像内蒙古一样，地面上、车上、马路上都是黄黄的。OK。希望
明天可以挑战这些风沙，挑战干燥，挑战郑州的不管是气候还是地形，然后从郑州跑到开封，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啊，也能达成自己的目标。OK， 就这样，拜拜。